牛肉片在铁网上烤得滋滋作响，油花均匀分布，放上黄金蛋液及松露点缀，让人食指大动。日式烧肉大打特色，眼前看到的所有肉品都是从日本的九州牧场直送。厚切牛舌嘛，那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可以吃到五分熟。亲切的桌边服务，烧肉店和日本特约牧场签约，引进在评比大赛中获奖的名饼牛，超厚的厚切牛舌，饕客必吃的横膈膜，肉盘摆设就像艺术品，每个细节都很讲究，得按规矩来。背后饕给其实出身自陆军一。对，因为结婚，然后老婆也怀孕了，那因为胎儿的染色体检查有点异常，所以那时候就有想说要离开军中出来做创业。其实离开军中之后是先到朋友的烧肉店去做学习，把时间留给家人，选择创业开餐厅，还曾亲自去日本跟当地的烧肉师傅请益，要有点知人坚持啊 的精神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店内所使用食材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师傅冷藏手切。桌面碗筷摆放整齐，步伐也很一致，店里有约四成的员工都曾带过陆仪队，可以说是通过官方认证的遴选标准。身高178公分以上，无前科不良记录，仪表端庄，家世清白等，获不少顶级客户青睐，也成名副其实的型男烧肉店。服务上会比较要求自己吧，对客人的态度理念比较一致，因为毕竟曾经革命情感嘛，这里让我们原本计划中的蓝图梦想都可以实现。开业近7年的烧肉店，目前已有2家门市，第三间即将开幕。张轩豪埋头开创事业第二春，把军人的职人精神带入餐饮，在大街小巷继续飘香。三立新闻杨超成、李文科新北报道。